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罗哈多萨玛萨布达斯，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罗哈多萨玛萨布达斯，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罗哈多萨玛萨布达斯。俱喻经的启示，佛陀在俱喻经开示说，同样的，诸比丘，在此有比丘在还未被不可依的话语触恼时，非常温和，非常谦逊，非常极静。诸比丘，但当有不可依的话语触恼该比丘时，这时才能了知该比丘是否是真的温和、谦逊、极静。就如有比丘，由于大家对他很客气，受到信众的恭敬礼拜，因此表现出修养很好，非常安忍，非常温和，非常谦逊，非常极静。看起来就像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圣者般。由于他处在顺境之中，所以无法看出他是否真的是温和、谦逊、极静的比丘。但若他受到攻击、批评，处在逆境之中，如果他还能保持风度，有很好的修养，这才可看出他是真正的温和、谦逊、极静的比丘。佛陀接着说：诸比丘，若比丘因获得衣、食物、住处、生病所需的药品资具而顺从、好调教，这并非我所说的顺从、好调教，是什么原因呢？诸比丘，因为该比丘得不到衣、食物、住处、生病所需的药品资具时，就可能不顺从、不好调教了。就如有比丘受到信众恭敬礼拜、供养袈裟、食物、住处、药品等生活所需，受到恭敬的服侍，由于处在顺境之中，若他表现出顺从好调教，这并不是佛陀所认为的顺从好调教。因为若该比丘无法像之前那般获得袈裟、食物、住处、药品等供养，也没有人向他恭敬礼拜，使他处在逆境之中，他就可能表现出不顺从不好调教了。所以若有人处在顺境之中，他能保持好的风度、好的修养，这并没什么特别之处。但若他处在逆境之中，假如还能保持好的风度，有很好的修养，这才是真功夫。佛陀接着说：诸比丘，若比丘因恭敬法、敬重法、欢喜法、供养法、尊敬法而成为顺从好调教，才是我所说的顺从好调教。诸比丘，因此你们应以，我们将以恭敬法、敬重法、欢喜法、供养法、尊敬法而成为顺从好调教。诸比丘，你们应如此学。诸比丘，他人与你们说话时，可能以五种说话方式来说，以事实或以不事实，以真实或以不真实，以柔和或以粗暴，以具有利益或以不具利益，以慈心或以嗔心。诸比丘，他人说话时，可能以事实或以不事实来说，诸比丘，他人说话时，可能以真实或以不真实来说，诸比丘，他人说话时，可能以柔和或以粗暴来说。
朱比丘他人说话时，可能以具有利益或以不具利益来说；朱比丘他人说话时，可能以慈心或以嗔心来说。朱比丘，你们应如此学。我们的心将不改变，我们将不说恶语，我们将助于以慈心、无嗔心而悲悯利益此人，而且我们将助于以慈具心遍满那个人后，以他为所缘，助于以慈具心宽广广大无量无怨敌无恼害，遍满一切有情世间。诸比丘，你们应如此学。他人在与你说话或劝告指责你时，可能会用五种说话的方式来与你说话，在适当时机或不适当时机，以真实或不真实的内容，以柔和或粗暴的口气，以想利益你或想害你之心，以慈心或嗔心。他人在与你说话时，可能在适当时机或不适当时机，他人在与你说话时，可能是讲真话或不实的话。他人在与你说话时，可能以柔和的方式或以粗暴的方式来讲。他人在与你说话时，可能讲具有利益或没有利益的话。他人在与你说话时，可能以慈心或嗔心说话。若有人在公开场合称赞你、赞美你，甚至赞颂你，即使你明知自己并没有那些美德，一般人通常会很高兴。但若有人在公开场合以没有根据或不实的事来批评你、指责你，甚至辱骂你，一般人通常会非常生气、不悦。无论是哪种情况，佛陀教诫比丘们应如此奉行。我的心将不改变，我的心将不受影响，我将不说出恶语，我将悲悯利益此人，我将安住于此心而不生气，我将住于以此具心遍满那个人后，以他为所缘，助于以慈具心宽广广大无量无怨敌无恼害，遍满所有有情世间。这是在说明比丘应忍辱并修遍满慈。佛陀在律藏和增支部十集基斯那罗经开始说，优婆离劫难比丘想要责备他人，应内自现起无法后才可指责他人。一，我将以事实来说而非以不事实。二，我将以真实来说而非以不真实。三，我将以柔软来说而不以粗暴。四，我将以具有利益来说而非以不具利益。五，我将以慈心来说而非嗔心。优婆离，劫难比丘想要责备他人，应内自现起这无法后才可指责他人。我将以事实来说，是指在一对一单独的场合私下劝告或指责。若在僧团之中，两三名比丘在场的众中，或者在斋堂用餐之时，在托钵的路上，在大众聚集的场合等劝告或指责，称为不事实。佛陀是如此的有智慧，当我们看到别人犯戒或有过失时，如果我们能先省察并检视自己，看时机场合对不对，是不是适当，是不是真实的情况，有没有事实根据，
自己是否以柔和的语词、温柔的态度来规劝对方，自己是否真的想要利益对方，自己是否出于慈心、出于悲悯心来规劝对方。如果我们真的能先省察并检视自己，再来规劝对方，就能减少很多纷争，不是吗？接下来，佛陀用大地、虚空、恒河，以搓揉的非常柔软的猫皮带和锯子的五个譬喻，来说明比丘对待他人说话的态度。第五个句子的譬喻为，佛陀说，诸比丘，若有盗贼、鄙恶之人，以两边手柄锯，要锯断肢解他的肢体，假使他生起嗔恶之心，就没听从我的教导。佛陀告诉比丘们，若有盗贼、凶残卑劣之人或鄙恶之人，握着两边有手柄的双人手拉锯，要把你的肢体一一的锯开、锯断、肢解。如果你没有忍耐、容忍，因此生气、恼怒，生起嗔怒之心，那么你就没有听从我的教导，没有遵循我的教诲。对此情况，若比丘没有忍耐而生气，只是没听从佛陀的教导，并没犯戒。佛陀说，诸比丘，你们应如此学，我们的心将不改变，我们将不说恶语，我们将注意以慈心、无嗔心而悲悯利益此人，而且我们将助于以慈具心配满那个人后，以他为所缘，助于以慈具心宽广、广大、无量、无怨敌、无恼害，配满一切有情世间。诸比丘，你们应如此学。诸比丘，若你们经常作一此句子譬喻的教诫，诸比丘，无论你们遇见维系或初二的说话方式，你们会无法忍受吗？比丘们回答，不会的，尊者。佛陀说，诸比丘，因此你们应经常作意此句子譬喻的教诫，这对你们将有长久的利益与安乐。第五个句子的譬喻正是本经的主题。大家想想看，如果大家听从佛陀的教诲，即使有坏人要用锯子把我们的肢体一一的锯开来、锯断，如果我们都能忍耐，心能不受影响，那别人所讲的话，无论多么重、多么难听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这就是佛陀期望我们佛弟子做人应有的修养和忍辱之心，希望大家能了解这个含义。萨度，萨度，萨度。